Can you dig it? Can you dig it? Can you dig it? Yeah, 新年快乐，2015新课。Yeah, can you dig it? Are you ready? 今天我们要教的是呢，那个 squish， 好吧？是那个风声的那个 squish， 然后还有 juggle， 好吧？算一下哦。很帅啊！楼下应该会抗议。好，风声的 squish， 风声，其实呢，它就是 baby， 好 ，baby squish， 然后这样子，你听哦，好，这个感觉，好。然后呢，再加上这个 channel， 好不好？channel， 然后渐弱，然后再渐大，哦，两个做配合，就会变成一个那个咻那种特效的感觉，听看看哦。这个东西，所以呢，它的那个力道啊，你用那个平均，要 balance， 这样，从那个短的距离，然后越来越变成是比较宽的距离，然后速度也可能要越来越大，越来越快，它才会造成那个感觉。听一下哦，越来越大。好，配上 beat， 好，就练习这个，然后他也会练习到你的手感，好不好？那还有一个，这个呢是黏住的，从头到尾都黏住的。还有一个是 baby 哈，出去一下，然后回来拉两下，这个你也可以练，好，先练配上 beat， 然后这样，好，这样子哦。分解，好，那如果这个做快呢，它还有一个感觉是出去，然后两下你的手掌就抖抖，出去抖抖，好，然后做快哦，你听哦，它也会形成这个风声的感觉。所以距离就变短了，它只是好，它刚好练这个柔软度，这个手掌这个柔软度。好，两个配合哦。看到一个就是一开始我们是黏的嘛，然后还有出去一个回来两个的，然后还有一个是放开的，好，这三个呢你都可以就是轮流用，好，
那我示范一下，好，这三个嘎在一起，好，先黏住了哈。它就是在那个你碰那个唱盘之后，它那个 touch 的感觉，你可以用耳朵，然后手，然后去体会一下。好，因为这跟我们平常练的这个是另外一种感觉啦，或是好，这个东西跟这个霍元甲这个东西，还有刚刚这个，都是提升你那个左手，就是你碰唱盘的手。的那个手感，好不好？啊，这些东西好了之后，我们才能就是继续提升这个贝德这边技术。所以其实碰唱盘这个手其实还蛮重要的，因为它关系到你拉的那个音调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呢，然后你又要对到拍，哦，哦，那有快慢，哦，很多那个声音的音调，哦，你可以去弄这样子。好 ，Squash 呢，今天就这样子。然后上一堂课呢，我们玩到 Juggle， 然后那个四拍，好不好？然后秘诀呢，就是调过去之后，赶快另外一边转转转，哦，提醒自己赶快转另外一边的唱片，这样子。然后上次是四拍，今天呢，今天要到两拍啦。好的，复习一下哈，四拍，二三四，转，好，转，转，跳过去，转，好，跳过去，转。跳过去转，跳过去转，好。然后呢，再来呢，就是两拍的。然后你不要慌，我跟你讲，两拍呢其实更简单。好，我觉得是更简单，因为它转的东西转的距离变小了。好，所以你要练一个劲，一个劲，好，好更快。这是连续动作，好，分解动作，一、二，按住，好，飞得回来，一下就回来，所以练这个劲，这个，好，这抓唱片的感觉，好，一开始手还是在上面的，好。好了之后换右手，这样子，好，所以现在就变成四拍接两拍，好，来一下啊，二三。
练一个拉回原点的动作，就是一个这样嘟嘟嘟嘟嘟这种感觉。好，好，我们在这个他一眼拍的地方，我们就抓回来。好，这就是拉一拍的。好，这个道理有点像正刷用棒的，只是今天他的那个声音变成是大鼓。好，那所以练一眼拍应该比较有效果。你看，它会有一个手的柔软度。好，重点来了，就是手的这个柔软度。好，因为你一开始练你的手掌一定是比较僵硬，然后这些东西你就手就会越来越软软的。好，跟那个最厉害就是海绵宝宝的境界，看起来就是很厉害，然后手看起来就是海绵。好，等。让你的手活动开来，好、哦，那最后我再做一次，好不好？四拍、两拍、一拍，然后你就从这个回来的这个地方去做练习，好不好？手柔软就是这一堂课要告诉大家的重点，手柔软。然后当你越来越，因为你一开始一定很急啦，你四拍，然后很急很急，等你 OK 之后，你都已经做好之后，你在当下在玩这个唱盘的时候，你就告诉自己说，你已经做到了。你要放轻松去面对这一切，好，然后就越来越轻松。第二拍呢，你在做的时候一定会很急，当你做到的时候，也是告诉自己你已经做到了，请放轻松，然后去修正自己有什么奇怪的地方，比如说离唱盘太远啊，离唱盘太近啊，这些东西手有没有对啊，然后我手感对不对啊，好，然后一拍的时候很急，可是你还是告诉自己要放轻松。好，如果你一直就是告诉自己我很快我很快，那个你整个那个音乐跟那个人啊，会一直跟那个越来越快去，那整个那个拍子就会乱掉。好，所以还是要稳稳。好，来要四拍、两拍、一拍，三四，三四，三四，七，两拍哦。刚才是过去的、哦、好，所以都可以运用，你练的东西可以套上去看可不可以用。好，刚才那个我也不知道，我也从来没用过，可是我就一个念头套上去，相信你的直觉，顺从你的渴望，好不好？练这个就是这样。好，又到了秀一下的时间，哇，秀一下的时间又到，今天秀的一样是 MPC， 好不好？简简单单的 MPC。 好的，